我们要找其他方法，比如说 x 平方减四除以 x 减二，当 x 逼近于二，这个能不能带？好，当它不能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找其他方法了。那么去想，这个有没有什么化简的方法？x 加一加二加好，乘以那 x 除以减 x 二，减二。那现在这两个能不能约？好，它能约有能没有的，什么前提啊？就是嗯，这个 x 不能等于二呗，对的。当 x 不能等于二的时候，也就是说 x 减二不会等于零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约掉。好，那我们这道题叫 x 趋近于二。那 x 趋近于二，那 x 到底等于等不等于二？哎，你这个意思是 x 不不能等等于于二，二吧？也就意味着 x 减二不等于零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约掉。对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式子它就转换成了极限 x 加二，然后当 x 趋近于二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我们答案就是四了。